公主，快上船！ 元朝末年，各地起义军群雄割据，朱元璋利用天时地利人和，击溃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号称大汉王的陈友谅势力，开始建立一代新的王朝。一个爱情与仇恨、阴谋与杀戮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。 近期之内，皇上要来祭扫陈友谅的衣冠冢。皇上不远万里前来祭扫死对头的墓，这太不寻常了。皇上已经派他的义子靖王朱见雄亲自前来。眼下鄱阳湖一带局势很不稳，靖王的安全。 你要用脑袋来担保。是。罪臣冒犯公主，实在出于无奈。眼下朱元璋要从金陵来。 祭奠你父皇的衣冠冢，他的义子朱见雄来打前站，刺杀朱见雄，正是报仇雪恨的天赐良机呀！我不愿意再看见流血和杀戮，我甘愿当村姑渔妇，请不要逼我。 你忘了，你是大汉王的养女，他待你亲如骨肉。自从你父皇与朱元璋在鄱阳湖血战，不幸中箭驾崩，群龙无首，众不溃散。五年来，同时操戈争雄，同类相近残杀，现在好不容易才是江南各部聚集到你公主的大旗下，造成联合之势。 与朱元璋决一死战，你怎么能抛弃你首领的责任呢？谁？他不配当首领，拖下去斩了。是，走。今后
谁不服从莫愁公主，就从此下场。公主，天降大任于你，你不能推卸呀。我老了，今日老夫以死立誓，以死觐见，不杀朱剑雄，誓不为人。是将军。公主，不杀朱剑雄，誓不为人。云鹏叩见陛下。朝廷俸禄养的竟是些废物，元朝只剩下半壁江山，朕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。云鹏万死不辞。火盆中的烙铁是朕为你准备的。是。左臂是属于朕的，你无权擅自废了。是陛下。朕派你去鄱阳湖是借陈友谅旧部之手杀掉朱建雄，让朱元璋和陈友谅残部自相残杀，阻止朱元璋北伐。是。刘大人，您走好啊。嗯，你就不要再辛苦了。真不愧是朕的故王啊。听说王爷您剑法高超，无人能敌，但为何身上从不佩剑？手中虽无剑，心中却有剑。天地分阴阳，我可化为剑。言过其实了吧。精明如镜，以意导气，以气御剑，万物皆可成剑。先生，你打听一贯冢就在这一带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好多人到这来祭扫，你不妨再到镇上去打听打听吧，也许能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啊。金王来了。去，把他们赶走。是。不许进攻！我山林狂风如吼，狼嗖嗖。把他抓起来！是。慢。
舍拜邀亲把相分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目无官府，在此喧哗撒野。在下刘云鹏，大都唱大鼓书的。给我搜。是是。别动。啊，反元雍明。哼哼。古王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。先生，我家小姐想算个命。小姐，哎，好。哎，掌柜，老板。哎。又是来祭扫亡灵的。来一沓纸钱。哎，好，好，再来一炷香。好，拿去。哎，这做个好事吧，做个好事。小姐，来，哎，净净手，大吉大利啊，净净手吧，啊。菩萨保佑你，将来嫁个如意的郎君。我家小姐已经有了如意郎君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这不是一双普通的手，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。我先去医官冢。嗯，那你回去吧。好吧，我先回去。哎，往那边走。哎，
都是无字碑啊。是啊，当年鄱阳湖一战，百里之内流失如一，水色尽赤啊。陈友谅的衣冠冢怎么找啊？心诚则目在。王爷，这样可以引鱼上钩了。周将军，就在这儿祭拜吧。哎，请问先生，祭拜什么人？哦，祭拜当年揭竿而起的英雄陈友谅。陈友谅九泉有知，定会感激先生此番敬意。听说当今大明的皇上也要来祭奠陈友谅的衣冠冢。先生是从金陵来的？嗯，我叫张毅，他是我的账房。我在金陵开一家绸缎庄，也替皇宫当采买。先生来鄱阳湖做什么买卖？哈，皇上要来祭奠，皇宫总管李公公要我替他采买些白绫白缎，供盛典使用。小姐，你祭拜什么人？我的父亲。哦，先生，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杀！快点，快点！杀！杀！杀！姑娘，快走！杀！都别动！绑起来，带回去。靖王恕罪，卑职有眼无珠啊。当初靖王大破逆贼陈友谅水军，威震江南，谁人不知卑职有眼不识泰山？明章大人忠于职守，缉拿陈友谅的余党，本意是好的。请起。谢靖王。满遭损。嗯，我们大明王朝好比这漆器，
与陈友谅残部的矛盾好比这水，要是让水注满漆器，漆器就倾倒了。卑职明白。此次皇上南幸鄱阳湖祭奠陈友谅的衣冠冢，派我先行督察，并实行招安，平息江南动乱，确保北伐元大都的胜利。可陈友谅余党全是一些顽固死敌。徐大人，你胆敢把靖王的话当耳旁风？卑职不敢。卑职的意思是，陈友谅余党来去无踪，要招安他们可不容易啊。徐大人身为江西平章，竟然也没有他们的蛛丝马迹。卑职认为刚才湖边上的余姑就是陈友谅的余党。何以见得？据报，陈友谅的义女陈莫愁最近被推举为江南逆贼首领，他们扬言要乘机刺杀靖王。哦，所以卑职在全城的街道上布置了探子，那余姑和他的同伙举止不凡，绝非一般民。举止不凡，未必都是陈友谅的余党。鄱阳湖比不上京都，人杰地灵，这儿的百姓尽是寻常人家。果然如你所说，那就太好了。我也不用花气力再去寻找陈友谅的余党了。徐大人，放出话去，说你要把我们俩立即处死。这，今天我是为了救他而被徐大人抓住的。如果那余姑真是陈莫愁的同党，那么今晚他必然会来救我。靖王，陈莫愁他四处扬言要杀您，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出了意外，卑职无法向皇上交代呀。那就依你了。公主回来了。嗯，跟我来。哎，回来了。嗯。林将军，今天晚上去救一个人。谁？就是从金陵来的商人。他们自称是为了朱元璋来祭奠，才买祭品的。既然是替皇宫当采买的，我们就不必管他。我怀疑他们是有来头的，通过他们也许可以发现朱建雄的行踪。今天徐进没有接到朱建雄的官船，哎，会不会这个商人就是朱建雄呢？公主，城里传闻徐进已将买卖人张毅和他的账房定了死罪。秀秀，今晚行动你化妆成我。遵命。来，给我。朱元璋已经北伐中原，圣上非常忧虑，只有推动陈莫愁杀掉朱建雄，造成朱元璋与陈友谅旧部残杀不止，使江南陷入混乱，才能保我大元朝半壁江山。你我均为元朝血统，圣上托我们生死存亡之重任，我们必须完成，这样才不辜负
圣上对我们的信任。今天从金陵来了一个为朱元璋祭奠采买的商人，公主觉得他身份可疑，我想他也许就是朱建雄。今晚公主要去救这个商人，无论如何我先让他们两家杀个痛快。徐金已经请了我，我要唱得他们血肉横飞，尸体遍地。杀你父亲千户大人的仇谁报？杀你哥哥百户大人的仇谁报？
愿为好汉卖命。事成之后，我还有重赏。听从好汉吩咐。嗯，今晚我举起鼓槌为号。嗯。富贵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，你看。我和陈友谅、余部打了多年的交道，深知他们是一伙死硬逆贼，就不知道新当家的陈莫愁肯不肯招安了。我不得不防他们狗急跳墙啊。大人做了两手准备，奴才以为万无一失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大人你看，一网打尽。是谁下的密谕？怎么与靖王说的不一样啊？大人，一定有诈。今晚按我的眼色行事。是。Thank you.
走。好汉，听本部堂说几句，皇上要来祭奠陈友谅，派他的义子靖王前来传旨，从今以后对陈友谅余部既往不咎，如果接受招安，则封官授爵，联合北伐鞑虏，共享开国盛世；如果不相信，有金陵来的客商张毅、主仆二人来此作证。平章大人说的句句是实话，我们主仆二人没有受到委屈。公主，他们有准备，不能硬拼，我去探个虚实。好。好汉通报尊姓大名。坐不改姓，行不改名，我就是陈莫愁。既是靖王传下圣旨，为何他自己不来？诚意何在？靖王突然有病，歇在江州。我感谢小姐前来搭救。不过，既然皇上要来祭奠令尊，小姐何不借此良机报效国家，让跟随陈小姐多年的部下们也有个光宗耀祖的归宿？住口！我不过是接受了被你所救的姑娘的请求才来的，没想到你是为朱元璋卖命的利禄小人。陈小姐息怒，今晚本部堂特意邀请了名闻南北的古王来说一段两家修好的古书，以表本部堂诚心一片，请。徐大人，陈小姐，张先生，小人刘云鹏为诸位英雄好汉献上一曲。不是说以诚相见不计前嫌吗？为什么这段古词中充满了杀机呀？这刘云鹏，本部堂是让你来助兴的。刚才所唱是小人最擅长的关云长单刀赴会，如果不唱此曲，就有欺官之罪。安排下达分明是心怀鬼胎。住手！徐大人，你刚才传宣的皇上圣旨可是句句当真？当真。那你为什么要暗害陈小姐？高才，还不退下？是。杀死他们！
请。嗯，是。陈小姐，今晚之事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。哼，你我素昧平生，却蒙你拔刀相助，张某心里十分感激。先生。这一袭布衣，请小姐换上。陈小姐未受伤，实乃大幸。否则酿成大祸，江南的百姓就没有安宁之日了。张某素来仰慕陈友谅的英才，不知令尊在何处收养小姐的？这……我虽然是一个商人，但确实听说皇上不计前嫌，降旨招安，请陈小姐三思。我人微言轻，但一定尽力救你。靖王，那陈莫愁愿意接受招安吗？他真的就是陈莫愁吗？请。他跟那个余姑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对他怎么处置？以礼相待。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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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有个人要见你。不见。今天我不买货。是个姑娘。姑娘既然是圈外人，为什么陷得那么深呢？公主是接受我的请求去救你，才被官府抓住的。先生怎么能不管呢？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不计前嫌，徐大人已诚相见，陈莫愁小姐就不应该用暗镖杀死官兵，这才惹出那场血战，致使他自己落入徐大人之手。这绝不是公主他们干的。哦，姑娘怎么回答得这么肯定？是公主的部下告诉我的。刚才徐大人派人来告诉我，他们找到一具尸体，脸上戴着面巾，胸口刺着船锚标记。昨天晚上发射暗镖的是一伙鹤山强盗，一定有人暗中破坏。姑娘，我一定尽全力劝徐大人放了公主。告辞了。静娘来了，小尼姑，我心惊怕呀！好了，
靖王。请。周将军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现刺客，像是救陈莫愁的。放了陈莫愁。放了他？不管他是真莫愁、假莫愁，放了他，可以宣扬皇恩浩荡，把皇上招安的旨意传递出去。是，卑职谨听靖王吩咐。那个刘云鹏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这，周将军，监视他。是。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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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。小姐，不远送，我该回去了。先生，请小姐回去以后，说明皇上的旨意，靖王的诚意。还请小姐转告那位愚姑，说我很想见到她。后会有期。接头的是先生还是小姐？太清楚了，那个买卖人就是朱建雄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你去杀了他。嗯，不，我不杀。哼，你跟他都见过几次面就喜欢他了？嗯，我为了救你在中书府差点被他们抓住，可你倒喜欢他。嗯，你哭啊，你叫啊，你为什么不哭，为什么不叫啊？可见你非常喜欢他。你与他是不共戴天的敌人，他要知道你是大元的女官，非杀了你不可。你
你怎么敢喜欢上他？可是他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他心里关心的只有公主，只有公主。那就把公主杀了。不，他待我像亲妹妹一样，我不能杀了他。不杀公主，那就杀朱建雄。万岁爷已经驾幸鄱阳湖，派我前来询问对陈莫愁的招安有何结果？李公公，我和陈莫愁已经有过直接的接触。哦。但是遭到了元朝奸细的破坏。奸细抓到了吗？周将军已经查明。他就是从北京来的古王刘云鹏。哦，启禀李公公，刘云鹏还有一个同谋，可惜未能看清此人的真面目，不过卑职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徐大人，你有何良策呀？皇上派靖王来安定江南，我为鞍前马后效力。下一步，我想出招安告示，以示皇恩浩荡。请李公公转禀父皇，我一定要找到陈莫愁，使他们归顺大明皇朝。大胆，竟敢在此偷懒！哼！啊！来人！又是莫名其妙的密谕，大人，要不要报告靖王和李公公知道？一定有人在暗中控制局面。按自己的主张行事，唉，稍有不慎，脑袋就要搬家呀！哎，热乎包子。好，哎，买个包子。好嘞，一个包子给您拿好。哎，给您钱。好，您坐好，走。热包子。给我，我的。金凤，刚才在街上发现陈莫愁和秀秀。公主。我们往那边走。公主，后面有人追你，你先走吧。秀秀，我把他们引开。菩萨保佑你，驾！
感谢先生第二次救了我。是小姐的音容美貌打动了我。如果你真要感谢我的话，就带我去见公主。我要向他陈述大明皇上的旨意，祭奠陈友谅的衣冠冢，告慰在天之灵，对陈友谅的余部封官授爵，共图大业。你说你是一个商人，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充当官府的说客呢？仁义二字胜似千金。那你也帮我做件事，帮我找到靖王朱建雄。我要杀了他，不让朱元璋祭奠衣冠冢，蛊惑人心，这也是仁义之举。哦，当初陈友谅的百万水军都毁于一役，今天你怎么敢以区区几人去以卵击石呢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哼，我也看出你就是靖王朱建雄。正是朱建雄，请小姐原谅。哼，告诉你，我也不是什么小姐，我就是大汉公主陈莫愁。快出剑。快出剑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快出剑。公主，请你冷静些。快出剑。如果你杀了我，就能够继位你的父皇和死去将士的亡灵，平息江南纷争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免除战乱痛苦，那我朱建雄愿以此头谢天下。只怕是杀了我正中了元朝奸细的诡计，激怒我的父皇大开杀戒，使江南重蹈血海，让元顺帝坐收渔人之利。Thank you.
雄进殿。把朱剑雄给我拿下。公主，这是为什么？公主，你发过誓言要杀掉朱剑雄。朱剑雄不是被我们抓到的，而是身负使命主动来的。杀了他，只会让天下人耻笑。给我压下去！你们要三思而后行。走。林将军，这……公主，如果你让我们归顺朱元璋，那么请你面对先皇的灵位禀告，看看先皇的英灵是不是答应。父皇在天之灵，儿臣陈莫愁忠心可见。我不愿意再为了孤家寡人的私欲，让江南百姓重新陷入血海。公主，你是我们的首领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愿把首领的交椅让给你，请把朱剑雄还给我，让我们走吧。哼，公主，你是先皇的遗孤，请问你不当我们的首领，那么谁来当我们的首领？公主，公主，天降大任于你，你不能推脱。一个人死是小，千千万万百姓死是大。希望你们相信朱剑雄，否则我不再当首领。公主，你当初曾经在这立下誓言，说不杀朱剑雄你誓不为人，现在你背叛了誓言，你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石将军呢？秀秀，连你也不理解我，你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你已经食言，你应当去死。如果朱剑雄真是不仁不义之徒，我一定杀了他。可他言真意切，无耻！住手！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看着他是先皇的遗孤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你走吧。林将军，秀秀，哼，秀秀，靖王，快快跟我走。好。秀秀，来，往这边走。秀秀，公主现在在哪儿？咦，你不说
我就不走了。他被赶下山去了。他一个人下山很危险，刘云鹏会趁机杀了他的。什么？告诉我他去哪儿了，我得去找他。你心里只有他，秀秀，快告诉我，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下山去找你的副将周天花，想办法救你去了。秀秀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驾！你要珍重。圣上手谕，你要立刻杀掉陈莫愁。靖王，我们正准备去接你。周将军，看见陈莫愁了吗？没有。糟糕，他为了救我被赶下了山。秀秀骗了我，他一定去陈友谅的衣冠冢了。快去！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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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，我等候你多时了。驾。嗯，他不配与你交手，原来你就是元朝的奸细。你好狠毒，挑唆我的部下杀我。哼，这怨不得我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现在你大难临头，不如归顺于我们，我可以奏明圣上，保你一身荣华富贵。住口！元朝就是因为宫廷腐败、贪官遍地，才使天下百姓揭竿造反。我怎么能与元朝同流合污呢？那你只有用你的血来写明你的清白了。看见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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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日待我不错，我先让你一剑。为什么生了你还要生我呢？啊！
秀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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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秀。 上了奸细的当，良莠不分。林将军，靖王，请转禀您的父皇，我们愿意迎接皇上。 祭奠衣冠冢，我一定启奏皇上，封赏公主和诸位将军。徐大人，周将军，这是皇上赐给的庆功酒，来，干了。叩谢皇上。 靖王，徐大人，皇上祭奠陈友谅的衣冠冢是假的。以往打进沉默愁乱党才是真的。啊，你就是下密狱的人？正是。我是奉皇上的旨意办事。徐大人，你已经知道的够多的了。啊啊啊啊 靖王不必惊慌，你酒中放的是慢性毒药，不会这样快发作的。如果您同意消灭沉默愁乱党，我马上就给您解药。毒药已经发作了，靖王，当初皇上派你来招安沉默愁，是要借你的声望来引沉默愁乱党上钩的。 现在沉默愁乱党已经集中，我已派兵包围衣冠冢和他们的营地。
靖王。靖王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给你解药还来得及。靖王，靖王，你中毒了。